迄天阁看到一条新闻，讲两千零九十八年，科学家讲有一条小行星会弄到地球。我回想伊真相，唔通弄地球啊！那你也看，我干那做安尼，我就会当回想遮尼大。为啥心念大嘛？心量大嘛？恁做可是这样，干那回想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快定嘛，要来往生嘛？我哩。各会当客家回向的功德，各总回向，你来看，爱办啦。所以讲，我将这功德总回向完了后，我最后一定一个将这功德回向啥？回向愿我临终无障碍啊！阿弥陀佛，万相应啊！回向。观音甘露三五条啊！世事金台安五朝，我用这个大费用来讲，费用呗。爱会记你啊！心量遐尼细，起心动念干哪想家己？请问你甲诸佛菩萨的心愿，哪有可能结合做伙啊？甲阿弥陀佛边来相应？阿弥陀佛，那是十方诸菩萨起心动念，为什么人？无量寿经，恁来达纲塔，恁清楚明白嘛？你看阿弥陀佛的本愿，我作佛时啊，十方众生啊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你看心量多大？那是啥？尽是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啊！起心动念就是想这么大。所以咱也爱学这个心，念念拢不变，即系不变，自始不变。那么安尼呢？咱的心动心，咱的愿动愿，咱的行自然的动好之行。那应知自然，诸天所何愿不以为？你必定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嘛。这是咱净空老和尚啊，教导咱啊，咱来学习啊。那么下面这句讲感动十方，十方这是指十方诸佛啊。为什么那会感动十方？十方诸佛呢？因为你心动佛、愿动佛、言动佛、行动佛、自行化他，哪有可能无感动十方诸佛的道理啊？十方诸佛凭什么护念咱呢？就是凭这心愿言行拢动佛。各位，如果咱那是自私自利，诸菩萨边哪有可能护念咱呢？无可能啊！那心愿言行动佛具体的做法如何呢？就是咱的心愿言行，拢爱遵照经典，安尼就懂啊。用参详是《三业道经》内面教导咱上念善法，以及的善法就是指十善业道啊。爱甲十善业道相应啊，安尼就是甲或者心愿言行懂啊。这是上界的，上格义来讲，狭义来讲，十善是上界狭义的。那广义呢？比如讲，我修持阿难文殊佛吉祥经，这也是善法啦。我修持大乘无量寿经，这也是善法啦。我修持阿弥陀经，这也是善法啦。修持接受啊，接受佛在经典面顶讲的道理。从这道理变成咱家己的思想境界，那呢就是讲我的思想境界动佛啦。那么从度化众生的宏愿变成咱家己的愿望，我愿动佛啦。头前思想境界动佛，过来愿动佛。那么我跟一切众生大众接触，那无开口就卖讲，一开口呢就从经典这教会来讲，感悟众生。言动佛啦，你唔通开嘴讲遐废话、世间话，安尼就违背佛，言行就违背佛。
但你想生活行为无违背佛陀的教诲，行动佛，心观跟行动佛，无需要求佛菩萨护念，伊自然有感应，自然佛菩萨就甲你护念，就是这道理啊！啊，就是安那来感动十方诸佛如来，安尼感动十方诸佛如来。不是你每天在那里磕几个头拜多少拜，我念多少经，阿弥陀我是你好学生，十方诸佛你有看到无？你看我这么乖，无路用，那不感动，心愿言行如果违背佛，佛不感动啊。听经学佛，读经每天做呀，要创啥？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愿言行越来越动佛啦。那佛菩萨以主人的应机，主人的护念人保佑人，但无在条件行，参像心观言行，参像佛菩萨，达刚达妈的磕磕拜，有路用无路用啊？唔愿意为众生服务，有路用无路用啊？苦恨这么多年，想休学年啊，苦恨在放弃，算了。但是是不是完全放弃呢？不完全放弃。是随缘吧，就是这样。做人好这件事情，总是要量力而为啊，量力而为啊。那么下面这是世尊赞叹的话，世尊代表这诸佛赞叹，代表两天神行赞叹呐。一个一天禅德，下面几句呢，拢是赞叹的话。咱看的一天禅德，这天是讲啥呢？性德。咱常常讲天然的性德，参就是咱你妈讲的客力。因为你的咱头前讲嘛，因为你的心观言行动佛，你的心观言行清醒，甲天地万物融合成一体，所以讲一天参德，是这个意思。诸佛菩萨的心观言行，拢是天然性德的流露啊！伊这个内面确确实实无掺杂一点点啊艺术在内底，不，完全是天然的、自然的。伊讲伊来度众生，伊讲想过讲众生要安怎度，无，一定要用什么模式？无，伊毋是参像咱凡夫。一随众生心应所地量，这就是佛菩萨。伊无一点点么意思，就参像应伽大师伊对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“分别亦非异”，这个话讲得好啊。各位看《法宝大经》，恁都看得到啊。应伽大师去见六祖，六祖第一句就问伊：“你要有分别吗？”应伽大师就是回答：“应。”分别也非异。六祖大师就讲讲，你如是，我也如是啊。讲你是安尼，我嘛是安尼。这个印证，你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啊。那如果你若问伊讲，你还阁有执着吗？伊一定嘛甲你讲，执着也非异。这执着是啥物啊？就是无掺杂一点点啊。自己的意思在这里面，不是像我们这凡夫大德，我们这凡夫大德的人，你是任何什么事情，自己的意思真多一大堆，我一定要安怎，不是三宝随身，不是随身三宝，是三爱三宝随身的，现在大德是这样。所以分别是伊，执着也是伊，因缘做烦恼。所以应该来说，因这种性灵，因的分别执着是顺其自然。
众生分别随伊个分别，众生执着随伊个执着。你讲，比如讲众生讲这条是明君、魔君，我嘛对伊讲伊是魔君，无要甲伊讲讲无共款啦，甲伊讲共款啦，顺伊个意思。啊，你讲魔君嘛，哦，魔君就魔君，大概好沟通。方便沟通的，但是呢，伊绝对无插一点点个个意思在内底。分别也会呀，执着也会呀，这就是什么？不为本性，应化在了这个世间呢，不为本性啊，这就是佛的不变随缘，菩萨的随缘不变，东西啊。那么一天长条天，咱也当个工作是主人，也当个工作是无为。嗯，这就是咱世间人伊讲伊较浅一点嘛。哦，这天就是啥物呢？太虚空啊，咱的天体、天体，就参像这个天体、太虚空同款。你讲诶，日月伫咧运行，伊数时伫咧变化，伊那有掺着什么艺术的来的？这就是属于主人啊。在佛法里面就叫做随缘。那攀缘呢？攀缘就是有艺术的人来的呀，有我自己的艺术的人来的呀。攀缘，我想要安怎安怎安怎。像我最近像这么多年来你做这等你的运动，我就是攀缘的做，我欢呼啊，真的攀缘。我想要做，我一定要帮助大家，我就强要做一年三百六天。其实实际上，伊是无迄个缘，是无继续伊袂用个做的。那么七年过啊，七年差不多要过啊，哎，咱就发觉一定爱随缘啊。随缘就是啥？随缘就是内面无家己意思的，无家己意思的内面，随众生缘。随缘就是前面讲过，伊修的是啥？静业吧。如果伊插出来有一点仔艺术伫咧内底呢，迄就变成啥善恶业吧。所以伫咧咱的修行的阶段内底，参像天台大师讲的啊，伊老人家甲咱讲有六个阶段。这六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无上。天台大师讲第一个阶段理即佛，迄是为理想讲的，迄无上。为什么为理想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？这是为理想讲，这是真平等啊！那后面五条，那是为思想讲的。众生伊未失去本性，伊即马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希望恢复本性。不过伊接受菩萨的教诲呢，伊无法度依教奉行。伊会当信，伊会当改，但是伊不能行。这是什么位呢？名利位，有名无实啊。那么就该讲啊，这世的人，伊该受什么款的因果，伊也是去受什么款的因果报应啊。所以不是讲哦，我相信佛啦，我也当理解佛经啊，甚至。下当坐咧讲台顶讲经说法都唔免受过无啊，无这个道理个啊。咱伫咧讲这部经的时阵，头前有讲过啊。按世高大师的同学，各位遐唔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嘛？因咧同强定恶的两王，过去生中你个看因咧同，迄是一个真难得的出家人诶。安世高大师讲，这个同学伫咧在做同学的时阵是明经好事的，明是明达，明白通达啊。经就是经教啊，明白通道经典来这教你的。一个爱博士，好事，今仔日互咱当着这种法师，绝对是为内心来源佩服。这种法师太难得了。但是伊安怎呢？伊烦恼失去无放下，
哇，这句话讲伊不能行啊，贪嗔痴无端呐、啊。那么一生修学，变成三界有漏的福报啊。死了后，一个对三恶道，对入去脱生生来的。那么过去因为民间好事福报大，在咧脱生到来，都做一位龙王啊。做到龙王的时阵，以将军的范围大，有权有势啊。因过去的过去生到这清分的习气啊，所以做一个龙王权势大了呢，附近这些百姓啊，真正是顺我者昌啊，逆我者亡啊。顺我，我就保佑你；不顺我，我就灭你，何里死？习气愈来愈重，作业愈来愈轻。那么到临终要死的时阵啊，后悔啊！你知影家己死了后呢，一定对地人啊，福报享尽啊！在咧做龙王，这世代人当中，佫无修福，一定对地人。那么好佳哉，有一个好同学。在这个关键的时阵，来使讲是，以为一手啊，拉他一把，这是因过去心中的约束啊。什么人啊，对路，什么人成就，成就的人要去躲这个对路的人。你感谢个大师个约束，正是以约束来对，为恭敬随缘。那么，伊升起了真真正正惭愧的心，将这信徒所有的供养，这所有的财物。用高火一切的动物安世高大师退休后，那安世高大师就提到这笔钱、这笔财物呢，为起一个佛寺、起一个道场，这道场叫做大安寺，在咧现在江西南昌，所以大安寺是安世高大师所起的，伊是江南第一寺。那起庙这些钱呢，就是这个。宫廷和龙王与关系呢，所以各位大家啊，这这么明显的公案教诲啊，咱要谨记在心嘛，爱常常小可小想一下，谨记一定要想嘛，唔通今仔日计用经听到后壁头前拢袂记得啊，常常小想一下，咱个安世高大师与这个同学小那个比起来如何呢？咱家己想家己将来果报会去倒位呢？人伊民间好事，小可烦恼是伊无当对脱生道，咱今仔日啥款呢？这袂用开玩笑的。那个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！参求安世高以这个同学啊，这种下场咱都无愿意看。更何况。恐怕咱人的这种下场都得不到，将来咱会当得到下场是啥？恐怕是地狱多占大多数。无学佛，亲像阮无出家，可能罪也无遮重。学佛出家了，罪加一定，逐工骗佛菩萨，做一个。违反佛道的佛弟子，违反佛道教诲佛弟子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贪图我有两都定享受，讲哪会袂对地狱啊？那么，伊等着安世高大师解超度，超度只不过嘛，当超度个多，多利天利益啊！你看这代志有偌歹办。超起个道理天，当你天赋是相信，赶快一个对了，无究竟无圆满啊！所以咱卖讲别行啊，就算这部小圣经典啊，这本《戒风经》啊，各位，咱个人真真正正会当依教奉行啊，佮加上你信观念佛求生净土呢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绝对往生。那如果若无求生净土的，你会当依教奉行，肯定人天福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出三界靠自力难啊，太难太难的呀！刚才看安世各大师，因这些动物就看得出来嘛。一个明经好师，这么好的法师，都一出不了三界，同款对脱心的。所以，咱净空老文殊常常告诫咱，告诫我们修好好学好了，爱精进啊，真干啊。那么精进就是啥？认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！你讲放不下，甲各位讲放不下嘛，都爱放下。无放下，这些的人是靠鬼无来，就不得了了。一定爱放下，这是咱家己，咱大家互相勉励。虽然净土宗末代这位祖师，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教给咱的这个方法就真好啊。这个方法将死呢打在了这个头壳顶，实际上爱了解也是祖师的意思。这是这意思是啥？就是爱咱常常去想着这个死，我得要死啊！死了后，我会让炸什么炸呢？有多少项会让炸炸呢？这个最近在讲学当中讲过了遍了。咱台湾算首富之一，首富之一，王永庆先生，食到九十几岁，事业做这大，顶年炸，请问伊炸什么炸啊？伊有炸什么炸？他不但无啥造啊，留一个事业，我惊你是谁人啊？怎么咧争夺财产安尼个？吃饲料会当炸什么炸？什么都炸未起啊！那既然佮炸未起，千万唔通等到要死的时阵才要来放下，那是上界戆的人。为什么？未富啊！迄个时阵就来不及啊！今嘛就爱放下，爱果断，爱有决心。对这世间绝对一丝丝的贪婪都无，包括方法理性嘛无贪婪啊。小小个个有一点啊意思，一点啊贪婪在内底头，都卖了啊。这老和尚在在给咱告诫啊，咱这世代人那是无成就，执着得人心就算白来。等多久才会当得人心闻佛法呢？唔知啊。佛通常甲咱讲是无量劫啊，所以讲开经机讲八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唔知啊，佫过等多久？什么人会觉醒？什么人会定修？看个出家人，看个心冷了，真正心冷了，无法度。那拄好，我家己的色心啊，拄好有一点问题，啊，得拄好爱调整。最高个个啊，印光大师这個方法好啊，非常非常好啊。一般人，一般世间人真忌讳死，对咱念佛人来讲啊，这里是非常好的一里啊，时时刻刻经过家己特别死啊，念佛人。绝对千万唔通惊死，绝对唔通惊死。什么时阵死，什么所在死，什么方式死，拢会用诶，拢不在乎。绝对爱训练个对死一点点啊恐怖都无，万念放下，对这臭皮囊嘛放下。世间人所追求的啊，咱拢总无爱啊。咱只要追求啥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圆满佛道，就回入苦难世界，广度一切众生。那现成呢？做一工算一工，活一工你就做一工。等做一工回向，就弄一工就做咱家己本分的代志。但是就算是家己本分的代志呢，也爱去。一丝丝的流乱都无，
如果讲你一定爱安那做，才要做好，要做到偌圆满，你一定要做到安怎？迄有个加加个一点仔意思在内底，又个将迄个正业破坏掉去啊！说爱偶像，一丝丝意思都无插插，一切随缘，咱这心就清净，唔免去勉强。虽然会当做较多，就是做较多，是防范离心苦。帮助众生，嘛是安呢？这真系得大自在啊！那讲你讲别人要安那批评，伊必须要安那创看法，那是别人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我行持如不如幻，佛菩萨知呀。龙天神行，八宝归神知呀。人伊无神通，伊要哪会知呢？伊无智慧，伊要哪会知呢？那何必去在乎别人？伊要安那讲呢？何必要去在乎别人？伊知也是唔知呢？你去在乎伊知也唔知，伊要安那讲？又搁加一个意思入去啊！然后用这开始好啊，真是好啊！多好客我的机，唔知有客国的机无？我唔知，今仔去做多客我的机，客你兼客机。所以经不可不读啊，经未用的无读，大家爱读。那讲经的人呢，经不可不讲啊，讲个想听。我跟你讲，这句话是讲好家己听。别人是啥？别人是旁听、旁听，一时来指导我的。真真正正对象是啥物人？家己讲好家己啥，提升家己的境界。学佛就参像咱净空老文殊讲，你总是要有迄个意愿呐，今生会当入不离法门，入佛的境界，要有这个愿了。会当入，会当入，那是基础，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愿了。要有这种愿，入无为的无所不为的境界，无为是不变呐，无所不为是随缘，无所不为是随缘呐，安尼个对。这就是一天参照，我们来好好来学。下面这句又说公分微微，那么这以前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人啊，被一般人你要为国家为民族能建功立业，这个功如果有成就，他就得到对到国家的分赏勋赏，公分功勋就是说你建功成就啊，国家勋赏你。那威威呢，它是一种官大的意思，高大的样子。在过去我们中国常常用什么来做比如呢？泰山，中国啊，这古早人就用泰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黄淮边缘一带，黄淮平原一带呢，泰山它是最高高的一座山，所以这常常用它来比如做什么？公分高台。那这句是在说什么？这句是在比如盖行之德以公分高台，盖行是公勋巍巍啊，公分高台啊，巍巍就是高台的意思啊。众生皆谈，这众生就是诸佛菩萨、声闻缘觉乃至诸天善行，这该谈就是赞叹。我就过讲，这一切圣人呐、啊，无一个无赞叹的呀、啊，因为你有盖行之德啊。下面讲难可清凉啊，这意思就是称赞别人呐、啊。要对你这种有盖行之德的人赞叹，赞叹的祝福如来的赞叹别人呐、啊。众生来赞叹的赞叹的是，那这话伊是出自如来之口，所以咱各位大家一直深信不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共语者、不异语者。如来绝对不讲白话啊！如来所讲的话，句句真实，伊是五种言语者的人。
那么由此可见呢，盖行之德，真实是不可思议，赞叹不尽。所以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，啊，咱各位大家四种大德啊，咱四种同修，应当爱大家互相勉励，发大心，修真实的功德。安尼才无辜负佛陀与慈悲的教诲啊！真难来会记得啊！那最后这段，这是佛劝勉难哦，劝勉难的话，请看经文。地书大明，我心不暇，善如佛教，可得多学之道。第一呢是聪明智慧的人啊，这书啊是读书人。读书名利啊，那地书意思就是真正有智慧读书名利的人啊。啊，达明达就是通达明了。这明啊，名是咧讲啥？自然之理，自然之理。嗯，第一佛法一般讲，形象树立因果。以对切道理思想，拢会当通达明了，这真真正正就叫做达明，这就真正叫做达明。佛在咧经上甲咱教诲啊，这讲实在话，总未超过这两日。形象理思因果，这两日。那么这两日的内容讲什么呢？虚空法界国土众生，这国土就是讲大千世界啊，众生就是讲十法界依境庄严啊，就是你讲这，这两字就是你讲虚空法界国土众生，这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讲的内容，就是你讲这两字。那么，咱做学生的人啊，对着啥形象、理数、因果、果然通达。果然明了，那么你必定下面所讲的这句，你就做会到，一定做会到。讲我心不暇，这我心就是众生啊，归世人。你众生当中绝对未够在做下地下根下行的这代志啊，你无可能够做这代志啊，因为你对是，迄人咧，实际上就是咱老和尚讲诶，悟到人生诶真相啊！你对悟到人生真相，真正通达明了啊嘛！你都无可能搁再做这下地下根下行诶代志啊！那这里下里呢，伊包括一切不善、不净、不清净，拢包括伫咧这里内面。那么有什么可见呢？咱今仔日也阁逐工伫咧下地下根下行做这样代志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咱对佛所讲的这事实真相、诸法实相、无著人性的真相，咱无真正去通达了。所以佛法确实，咱净空老文殊讲了无毋对，真正是自然显应啊。世尊伊讲四十九年，什么人会当通达呢？上君的人通达，那中君的人呢？伊通达无特的，下君的人呢？无通达。你问讲，咱是什么人？咱就是下君的人，无定就是下君的人。你听到这样，我在这做梦啊！那安尼，我是不是这世人无希望啊？啊，各位讲也不是啦。善导大师有一句话讲得真好嘛，讲这件代志，总在古言不懂啊。这句话讲得好啊！啊，那这句话就是讲明什么？下下观的人也够有希望。如果咱的言，那思想，安尼就会用啊，都有希望啊。这缘就是机缘啊，这机缘内底伊包含三件代志啊：第二个老师，第二个神地性，第三个修学的好环境，一个好的修学环境。
所以如果你可以当当到一个好老师，当一个神弟子，啊，当一个好的同参道友，当第一个对人神弟子，第二个你可以当一个好的同参道友，第三你可以当到一个好的修学环境。你伫咧即世的人当中，成就是真有希望的。因此，咱各位在座的这些代表啊，咱是以后若有缘听到讲经多啊，这些代表啊，爱记哩啊，修学佛法未用的无重视因啊，这是咱即世的人以成败的关键。虽然修身一定要认识缘，那无认识缘啊，实在讲一点点的办法都无。但是，我再甲各位讲，你会当认识缘，当着缘，也都爱个家己有一点啊善根福德啊。如果家己无一点啊善根福德，就算机缘伫咧你个面头前，你嘛当面错失过。这种个咧，太侪太侪啊！所以学人咧观察观看，咱各位同修代表真正是善根福德不足，不足。嘛无遐尼简单啦、啊。过去我会去老和尚讲啊，讲有人问讲。啊，劝人念佛的人，哪会拢无爱认真念？老和尚笑笑讲：“你看伊敢有参像一个即世代人要做佛的人吗？你看伊敢有参像一个即世代人想要成佛的人吗？无哦，无安尼就无什么通啊奇怪嘛。无成，无成，当然伊会害大呀。无成，当然伊袂重视啊。”你只会当结一个善人了，由此可见，你讲善根福德不足啊，当得缘嘛无路用。所以人为释下来的讲缘啊，有四种缘，有亲民缘，有所缘缘，有无感缘，有正常缘。亲民缘，咱每一个人拢有。那就是你讲阿赖耶识里面的境界啊！咱每一个人在阿赖耶识里面啊，为佛的境界到地界的境界拢有。那所缘缘跟无感缘这两个是在讲咱家己的缘，正常缘是别人对咱的缘。就算讲你有正常缘，别人会当给你正常，想要给你正常。但是你都无所缘缘，甲无感缘，你咪哪有可能会成功？嘛无路用啊！人想要甲你成就，但是你无啊，迄、那个所缘缘是啥？第一个缘就是攀缘啊！你所攀缘的缘，伊想要甲你成就，但是你都无爱去攀这个缘，你无想要攀呢？你害大！你讲我都无必要的安尼，无必要攀你攀这个缘，这个正常缘我无必要攀你啊！所有人缘无去啊！那搁再来无感人，无感就是啊。就算讲你会当买来，你想要攀这個，你知影这个缘是好缘，你要攀你这个缘啊，你要缘这个缘啊。但是你爱个会无感断，爱个会当永命坚贞，无有感断。如果你若感断，三那讲啊，人伊只讲啊，你三做四休困，你三休四休困，你嘛无法度成就。是因缘。嘛，无法度三心果报啊！所以各位唔通小看这件代志，总是袂离开佛。在《弥陀经》内面所讲的，不可以消善根，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！这是真的。所以在这段内底呢，上加重要的就是咱爱记哩一句话。我心不暇，终生决定无暇的，无暇见，无暇思，那是无暇行啊！老上教咱，即世代人做人，所希望要达到的目标，就是顺境顺身，心顺境，行顺身，
这就是老和尚伊甲咱这世代人修学的目标。心静就佛土静嘛，心平清净，心平善良，自然就感应无比殊胜的净土嘛，对。后面这句讲善如佛教，善如佛教，这佛教是啥呢？就佛陀的教诲。这不是一般人讲佛教迄个宗教，这是佛陀的教诲。一定爱依教奉行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在你经论面顶呢，咱常常读到，听见时嘛常常听到。修持徒相为人恩说。那么就归讲，咱爱甲佛学习吧，而且爱学甲真诚啊，生活爱参请佛，工作。爱参请会，台林处处接闻的拢爱参请会，善如佛教啊！佛一选择个行业，用咱现在话来讲，就是一个多元文化、社会、教育、义务工作的行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事这个工作，伊无求报酬。伊嘛无咧讲贪污个啊，伊绝对无咧讲讲一节课爱收偌济费用啊，无啊。毋是亲像即卖真正有一个法师代着，讲经讲课爱讲计少个啊，爱收门票个啊，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，违背佛教。伫咧国外，听讲也阁有阁较奇怪个代志。这是咱净空老和尚亲自当着，团修三皈依爱修持，加持灌顶啊爱修持，拢讲计少呀。而且搁较怪是啥物？计少愈悬，人愈侪，这是违背佛陀教诲啊！佛陀伊一生恭敬说法，毋捌受过学费啊。那供养呢？供养绝对是出自于大众伊家己欢喜的供养，乐意的。啊，这呢，这会用修，而且一定爱修。即卖做别人嘛，同款，人欢喜要甲你供，你一定爱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在咧经上底安尼讲嘛，三宝是福德嘛。那么伊到这个所在要来敬佛，你若是无甲修，那恁唔就是伊无法度幸福啊嘛？所以这一定爱修，那修了后呢？这是出家人家己都爱修行者。嘿，我家己是不是真真正正福德呢？我接受伊享受这些财物，伊是不是会当得到福啊？所以这不是会当随便去享福的呢，袂用的，不是随便当享的呢。那如果家己想者，家己感觉真惭愧。不是真实的福田，这个时准备安怎？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为咱做一个上界好的模范，这是近代大德来的上界好模范啊！咱看伊一生的行持，向伊效法，安尼就对。咱就会当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爱安怎做啊！你看印光祖师将信徒的供养拢总提起做啥呢？印经布施，这是福德啊，这是好代志啊，经是法宝啊，那是福德之一嘛。三宝是福德嘛，三宝是佛法经啊，好代志。那么这经是谁印的呢？四众弟子大家印的。那么经书印光祖师以四众弟子供养的钱太多了，一替印经四众弟子大家，那经书代表啥？代表这个佛法会当九传，会当传到九万。经书经典传的久啊，比如讲我印一万本，我印十万本，将来如果有一个人一读到这本书开悟啊，会当回头当来学佛啦。
然后依教修行，正是将来正果，卖讲正果啦，正是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哇，迄就是大福报了啊！真正是大福报，这方法好啊！所以不是像咱即马人咧讲的啊，经书印一堆，拢提有人拢提去弹弹掉，甚至有大陆人看到来个啥？即一个福建啊，大陆法师看到来个啥？公单的书啊，在路边摊在那卖，哎，又奇怪，香港群众还会卖书啊？拍开看，哎，嗰边钱几下呢？怎么开来问？甲人讲，公单的书啊，拢红提起卖，你看，咱卖边钱硬上人，人提起卖，这不是干那咱家发生啊？过去经卖化妆图书馆，老和尚因所印的这些经书，化妆群众还会，拢是这个影响。人去问老和尚，老和尚讲：“讲这要安怎？”老和尚好啊，那唔好。只要有人买，买个有人买，啊买伊就买等于看嘛，啊买等于看嘛好。一旦买等于看的，代表有神棍，伊看完伊就会得到，伊就正神棍，那唔好。就是咱呢，咱无会买，咱拢总是免费赠送。咱要提起买的人，伊有家己的因果；啊，买去看的人，嘛有家己的因果。咱因有咱家己的功德因果，还不在乎啊！所以好法因果做主，这方法好。虽然如法炮制，如法炮制向因果做主学习，所以咱的经书嘛印出侪。香港群众才会这七年来坦白个过讲。经书应该出名，正经经书应该出名。七月份我去香港，啊，去香港参加迄个六合敬的大会啊。迄菩萨我袂认的，伊认领我，因阮出家人都较兄目，较兄目，伊认领我。伊看到我就，哎呦，悟空法师，冯师，哦，你香港印足侪好书呢，哦。我很感动的，很感恩的。但是这印刷手出版商这样跟人家说，跟悟真师说，哎哟，悟真法师，你们香港印的那些书都很冷门的，都没人印的，意思是说我们印的书没人要还你，我们就是没人印，我们不知道要印。我们印什么？我们印祖师大德那些书，那没人要印啊，我们来印。个个大头我都改，捌好的人摕到，哎呦，悟空法师，恁印足侪好书呢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唔得甲感恩我这边，我就真歹势，讲大众的力量啊，也唔是我，我是主导的呢。那我家己的钱呢？我家己的钱嘛是同款，大多数悟真师足清楚，也是摕去印经书，几乎啦。我自己留在身躯边用的无济，我需要用一点仔钱，但无济。那不是摕去济贫救济艰苦人，摕去放生，这较占少部分是啥？大多数就摕去印经，这三项老和尚教我的呀。所以咱各位同学在这，深入佛教啊。爱好好遵守佛道教诲啊！那迄份老和尚，伊是将伊个钱摕去创啥呢？去道场供养照顾出家人个生活，道场破烂个道场，伊就甲恢复开，起好，起好了，交予遐有心个少年人，看伊真正有心学、有心经营，而且真优秀个少年，交予伊就走啊，连管伊都袂管。值得人好话啦，这也是真值得人好话。这是讲深入佛教啊。下面讲可得多世之道啊，多世之道就是讲了生死、出三界乃至出十八界，就算是在家大德，也即世的人，你会当安尼深入佛教，真正好好遵守听佛陀的教诲，也是可以。可得多世之道，也是会当了生死出三关。同款，即世的人往生净土，一生不退完万幸会。
这一点。好，经文讲到这个所在呢，这是从世尊啊，为咱讲的四件代志呢，也着四个大的单元啦、啊，为咱各位在着介绍出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后礼拜咱再阁继续。啊，今仔感谢咱各位法师代表，恁大家慈悲的来指导学人，感恩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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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阿弥陀佛。